周老师帮我们进行一个未来一个月我还可以高枕无忧吗？来，老师，我们的幸运数字有3841543247066217920。好的好的，来直觉喽，高警官。我们来看看7920，7920现场没有人选。哦，方面高枕无忧，所以说你在工作方面非常非常的顺利，所以是在工作方面能够高枕无忧。那现场比较多人选的哈，就是3841，哎，身体强健，健步如飞，这是健康方面高枕无忧哈。其实健康是很重要的哈，如果说你钱很多没有健康，其实也不一定有用的哈。所以说相当的不错，是在健康方面高枕无忧。那我们再来看看6217，来看看哦。这个叫做如胶似漆，感情稳定，爱情方面高枕无忧。你们的感情啊，甜到出汁哈，所以说哈，感情方面非常的稳定哈。你们中间是容纳不下第三者的哈。再来我们看看5432，5432是净存险的，哎，这个叫妥善的准备，自由自在，就外出方面高枕无忧。对，因为你对任何事情都准备得很好，不管是你去出门去玩，或是到哪里，你其实在家里在外面你都准备好了，所以不用让你担心的，所以是外出方面高枕无忧哈。再来就是4706杜林哥选的，好，刚刚没有选的哈，在哪里高枕无忧？这个叫做财神降临，财运当头，经济方面高枕无忧，所以在金钱方面完全不用让你去担心的，所以是一样能够让你在财务方面高枕无忧哈。所以观众朋友也是一样哈，在经济方面能够让你高枕无忧哈，所以恭喜啦。